点解我哋要支持何律师？各位新界西嘅朋友，何君尧咧，佢本身系前律师工会嘅会长，有心有力为香港办事，有努力为香港拨乱反正。何君尧系一个敢言不贫不挡、有正义、有理想嘅人士。何律师勇于发声，帮助有需要嘅人。依家立法会选举正正需要呢种勇于承担、忠诚嘅人士。大家睇一睇目前嘅立法会，咁啊日日拉布，浪费咗政府个公帑，浪费咗所有嘅选民嘅选票。咁啊，何君尧呢次出嚟选咧，佢最重要嘅目的就系要重新恢复秩序。其实而家香港好乱，咁我出嚟支持何君尧先生，因为佢有呢一种嘅正义感，同埋我相信佢能够运用佢嗰个法律嘅知识嚟到去服务香港人。佢个人咧待人好真诚，佢一心服务大众，所以我哋好希望用我哋嘅一分力量支持佢进入立法会。何律师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法律工作者，我希望何君尧律师能够系一股新嘅力量、新嘅声音进入呢个立法会，为我哋新界西嘅居民系争取合理嘅权益。佢系一个正义嘅律师，同埋咧系代表咗一班咧喺香港嘅沉默嘅大多数嘅人。何律师咧，佢好有胆识，好有正义感，所有事情佢都出嚟发言。何君尧律师系一个专业、敢言，是真真正正为香港的好值得我哋信赖的一位候选人。我曾经在蝴蝶湾游水咧，就唔见过三次嘢。第一次咧最伤是几千蚊一个电话、一个银包、身份证，我哋就去求助以前那位区议员何人啦。但是十年八年之中都冇回应啊，冇反应啊。好啦，直至到阿何君尧出现啦。好快脆就有反應啦！何君尧律師為咗我哋香港嘅經濟未來做實事，為咗我哋社會做實事。如果佢能夠進入立法會嘅話，必定係香港人嘅福氣。我認識嘅何律師咧，係一位敢作敢言嘅領袖嚟嘅，對香港人嘅家庭、民生同埋經濟咧有真正嘅承擔，為咗個更美好、和諧、進步嘅香港。支持八号何君尧律师帮市民服务，就是何君尧。我哋大家支持何君尧，请支持八号个何君尧。我好支持佢，请大家支持八号何君尧律师，投八号何君尧嘅神圣一票。九月四号请投何君尧，请投八号何君尧，香港社会更自助逍遥。大家睇住，记住何君尧律师八号。支持几多号？八号何君尧。